们现在是北京时间2:26，将近2:30，然后让我们去深圳的大街上去走一走，去看一看有哪些人还在辛勤工作的。你一般是从几点钟到几点钟开始工作的？一般是9点到早上几点钟？早上。就是每个月赚的钱多吗？这个店里面刚开业，生意也不怎么好，也挣不到什么钱。你们晚上一般都是做些什么样的业务？除了比如说给他们结账。可以分离，我们要上货，要加分离。这个点要分离。这个都熟了。做这个滴滴，做多久了？一年多。之前两年不到开车，也有可能我来深圳，你们两个帅哥还没出生呢。白天黑天都跑，还是只是晚上跑？就晚上跑。啊，就跑通宵这种是吧？对。那你睡觉什么时候睡的？是白天睡啊。一般是从早晚上几点开始跑？9点钟或者10点钟、11点再跑。哇，那好晚啊！我跑到第二天早上6点吗？6点到7点。是凌晨3:30，然后我们找了半天，又找到一家包子铺店，我们去问一下。不错。你们一般就这个点3点多钟就开始准备了吗？那你这个烧麦一般要做多久啊？早上可能2点多，1点多就起来了。那你们什么时候睡觉？我们正常班就是11点多吧，11点钟睡觉，然后就睡3-4个小时。那你们这收入好吗？一个月？全都是打工差不多的。